Hello， 我现在人在瑞士的因特拉肯，虽然来过欧洲很多次，但是第一次来瑞士。那其实以前来欧洲都是来出差工作，从来都没有在欧洲运动过，真的，所以特别把握这个机会，在瑞士来出来跑步一下，跑个 5K， 哇，早上天气非常的好，然后景色非常的迷人，然后这个阿勒河畔，哇，非常的漂亮哦，就是大饱眼福啊，然后还有远山，然后早上也非常多人出来运动，很多人跑步，很多人骑脚踏车，然后也跑过一个他们的露营区哦，他们也很喜欢 camping， 哇，非常多的露营车，然后搭了非常多的帐篷，然后现在早上7点左右，哇，你看这个河边的美景，然后空气特别的好，感觉哎，好像可以跑得比较久一点点。这个就是在瑞士因特拉肯跑步成就解锁 ，yes。On Monday evening, several severe storms hit Switzerland. The Bernese Oberland was particularly affected,